我们最后要上的东西叫做脂类，脂类是一个化合出来的结果，谁跟谁化合？有机酸跟醇，有机酸跟醌醇化合，这里写个具有香气的化合物。待会要告诉你，碳素少的脂类具有水果香味。我现在教你的都是碳素少的脂类，所以都是具有水果香味。所以有机酸跟醇反应会产生脂类，请记住中文通式：有机酸加醇产生脂加水，有机酸加醇产生脂加水，中文通式。看有记得中文通式，你就会记得脂类是谁跟谁做出来的。脂类是有机酸跟醇做出来的，有机酸加醇产生脂加水，这叫做中文通式。有中文通式，也有英文通式。好 ，R1CH4OH 加 R2OH 产生 R1COO，R2 加 H2O， 有机酸加醇产生脂加水。那个 R 就是 CnH2n 加一，前面有带到什么二甲醚的时候，那个甲基就是这个，那你就不要理它，国中没有，反正就是 CnH2n 加一，然后这样凑出来，有一个错误的讲法，可以帮助你了解这个化学怎么出来的。我们就说你是酸嘛，就提供氢离子嘛，那你有 OH 叫做氢氧根嘛，就变成水了嘛。所以这个氢跟 OH 就拿掉变成水，然后就把 R2 接过就成了 R1COOR2， 就把化学式写出来了。这个是错的，这个是错的。在做酯化反应的时候，酸并不是提供氢的，那个高中会教你。我这样讲只是为了方便你凑出它的化学式而已。哦哈，那这就是错的讲法，这是个错误的说法。那么另外一件事要会的就是，我告诉你脂类的中文学名，你知道它是谁跟谁做的；我告诉你它的材料，你知道它的中文学名。H 酸加 Y 醇会变成 H 酸 Y 酯，上面写的是乙酸加上丁醇，所以出来的东西叫做乙酸丁酯。乙酸丁酯，所以我告诉你中文学名：丙酸甲酯，谁做的？丙酸跟甲醇做的。我告诉你，我拿了戊酸跟乙醇做出来什么东西？戊酸乙酯。所以我告诉你中文学名，你知道材料；我告诉你材料，你知道中文学名。这件事你要晓得 ，H 酸跟 Y 醇反应成 H 酸 Y 酯。醇类密度比水小，等一下再讲一次。难溶于水，等一下再说一次。可以溶于一些有机溶剂中。然后呢？它有讲过碳素少的会有水果香味，我家里都是碳素少的，然后可以来做一些调味啊，巴拉巴拉之类的东西，看一看就好了。然后给了各位一堆，全部不用背，看过欣赏就好了。偶尔很少有人会问你化学式，万一有人问你化学式的事情，就认大眼睛，COO 大眼睛，一种是给你英文，你写中文，看大眼睛 ，OO 前面数，总共四个碳，甲乙丙丁，好，丁前面是酸，丁酸，后面两个碳，甲乙乙，所以叫做丁酸乙酯，叫丁酸乙酯，所以认大眼睛，数前面就数出来了。第一个，第二个呢？我给你一个中文，希望你写出英文，就认大眼睛 OO， 但是要个 COO。我要你写丙酸丁酯，丙酸甲乙丙丁，甲乙丙要三个，对不对？这里 C 已经去一个，剩几个？两个，所以 C2H5。后面要丁，甲乙丙丁要几个？四个，所以 C4H9。这就写完了，这就写完了。丙酸丁酯 ，OK。很少人问这件事情，但万一问就抓住大眼睛。比较有可能问的就是给我英文，你写中文，认大眼睛。前面叫做什么什么酸，后面叫做什么什么酯或什么什么醇，那个就数碳就知道了，就是我们的做法。然后有一个重要的实验，叫做酯化反应。这个实验以前学生有做，现在没做，为什么？因为要加浓硫酸，
怕伤害到各位的幼咪咪北泡泡的奶油桂花手，所以呢就变成老师做示范，我们把乙酸跟乙醇放到试管里面滴浓硫酸，为何要滴浓硫酸等一下说，然后呢把它放到水里面隔水加热，让它发生化学反应，你觉得反应完以后拿出来加一点水，刚才讲过脂类难溶于水，而且密度比水小，它就会浮在上面，所以它会分两层，脂类在上层，要把上层取出来，然后闻一闻，我们做出来脂类有水果香味，你闻到一个水果香味 ，OK。所以这个实验的重点是什么？这个实验的重点是你最后做出来的脂类在哪里？在上层，在上层，它难溶于水，它密度比水要在上层。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？我干嘛要加浓硫酸？催化剂。因为为什么会催化？因为它可以脱水，有机酸加醇产生酯加水，把水弄走了，勒沙特的原理反应就会继续朝那个有水的方向进行嘛，朝盐化方向进行，所以会加速我们脂类的生成。所以第二个重点是，我加了浓硫酸，干嘛加浓硫酸？因为催化，因为可以啊，因为它有脱水器，所以可以有催化作用。有催化作用，所以就是酯化反应，酯化反应 ，OK， 大家了解一下，注意一下酯化的通，酯化什么意思？中文通是要晓得，我给你材料，你会中文学名，我给你中文学名，你会知道材料，然后晓得酯化反应，酯类在上层，知道我加浓硫酸当催化剂 ，OK， 有人有问题吧？没，很好，请写课堂练习。